1, 2, 3, 1, 2, 3. Okay, bye bye. Below 10. They are above 10. Above 10 already? Yeah. So, never mind, sweet. Just take a seat. So take anyway, right? Yeah. 因为你们两个看来不像小孩，所以他不给你做。看来不像什么？看来不像大人，所以不给你做。看起来像比漏十岁。看起来是比漏十岁。你们要吃高一点。知道吗？Yeah, you choose 9. Look at that. Sign. Why they don't allow kids to sit here? Because world? Quiet. Hey, see world? This girl, right? 9 years old. I'm 10 years old already. I'm fit, okay? I'm strong. 刚才有些突发事件，就是一个空姐跟我讲，喂，你的小孩不能坐到这个 quiet zone。 但是我就问他，为什么我在 website 可以订到飞机票，但是他讲不能给小孩坐。原来是一种误会，他看到我们小孩好像 below 10， 但是他们已经有10岁11岁了，长不高的样子，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他讲，哎，你的小孩不能坐这里，全部都是一场误会。但我们就可以给阿公阿婆坐前面而已，为什么呢？ They love her day。 所以这里被你坐前面，我们都 love 你的。但點解唔可以坐前邊咧？因為我係 too little。咁咁以後你大個咗，邊個坐前邊？我你坐前邊啊？我坐前邊。你坐前邊。每次去旅行呢，我就好像导游这样帮整家人填完他们的 immigration form。 但是最近这几年就很好，因为有个好帮手，几乎出国的都是我孩子帮我填的，太幸福了。Welcome to Tokyo. 都 get for 都跑了地。那 A 下来到东京呢，就是晚上的时间了，就是午休了，十点多，地铁不用几点关门了，没有做功课。但是等下有一个 surprise 给我的岳父岳母。孩子比我更兴奋，好到睡也睡不了。每个人 landing 的时候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赶时间，迫不及待的去赶火车、赶巴士去到塔湾。但是我们不用赶，因为我们有走有准备。哦，都要打。哇！阿爸，試過冇？你試過咁樣喎？係試嘅，係啊。Engine，yes。得 ，luggage，yes。Camping，equipment，barbecue。哇，還有 barbecue 哦，還有桌子一隻。OK，yes。哇。哇！哈喽，超热门，呀呀 ，no， 不 ，engine key， 哦 ，engine key， yes，regular J petrol， 道の駅に行くんですね。I'm going to the roadside station. Roadside station. Yeah. 道の駅。道の駅。I know.Power supply cannot be charged. No charge. No power system. No suit detect. 不需要了。Camp 場。Camp site. Yeah. Aircon. Aircon. Sleeping. Sleeping. Engine on. Engine on. Engine on. Sleeping. 哈？开着车可以睡觉的吗 ？Engine on. Engine on. Aircon on. Yes. Engine off.Aircon off， 就是这么简单。Okay. 原来他们开车是可以睡觉的哦，不会睡死人的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老公，我哋唔使 charge， 唔使 charge 电脑。哦，我们的车走都是可以 charge 的，还有我们有一个太阳能呢，所以可以 charge， 就不用去到哪里 charge 到哪里了。应该是这样了，因为他也是不会讲英文，我们都是用 Google Translate。On off。Main switch。Main switch。Main switch。Yes。Main switch。Fresh water。Fresh water。Fresh water。我水流落去嗰度啊，嗰度乾淨啦。啲唔係嘥水嘅。Yes. Night. Open. Open window. 你抽風出，呢度有風一直俾車入嚟咯。在學着他們的東西。Big power. Yeah. Open. Okay. Okay. Leather.
Leather.有意外，我们开始的车就给我坐烂了那个 table， 怎么办？我们长期住在这里，就是睡在这里，不要坐 table 了哦，不用吃东西了 ，OK？ Yes. Yes.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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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r garden. This is a gas. Oh. Gas. Gasoline. Barbecue. Yes. Knife. Yes. Yeah. OK. 可以煲水。Yes. Thank you. So mean that he book the table. Pillow. OK. Pillow. License.Okay. Oh, 这里很严格，要拍那个国际 license 才可以驾他们的车。还有一个 tips 给大家，我会驾这种 RV 车的，要那种 van 的 license， 其实他们少过十个的人还可以申请国际 license 来驾他们的车。Only can outdoor parking. Yes, outdoor parking. Yeah, open. Open. One more reminder, Didi. Yes. Even this is a happy time. I love it, Didi. Yes. Just please fix this thing for Didi. Okay, no problem.日本的第一餐宵夜拉面，现在是2点钟凌晨，还有拉面吃。几个碗啊？把你叫。三碗。咖喱拉面。OK。我怎么办？快吃面了吗？快。刚刚吃完东西，2点多凌晨，便利店怎么说？因为我们住的是露营车，要买一些东西来吃吃摇摇，不要容易睡觉。因为我是司机，很大的重任，天天算算东西来顶一顶这样。我最喜欢就是这单机，明天早上一定吃到它了。我已经从天黑黑加到天亮了。牛角好像快到了，喊给他喊不多了喂。看我叫多少了，他叫60-70-80罢了。因为这辆车是不能加快的，被条条飞了的。现在我们 on the way 去这河口湖了，就去那边拍这看这美丽的富士山，不是看烂可不看的富士山啊。4点就已经10点了，还有几久才到啊？17分钟。你晓得他的斗好给你看看，斗好给你。完全就是 reverse camera 的，没有多好看。加这个螺钉真的是不简单。OK， 终于到了河口湖啦，好像我上个影片拍的 Como Lake 那样，我对 Lake 非常的有研究。现在都没有打进我，其实哇哦。答案，这是我的 RV camper car 了。昨天太晚拍不了给大家看，第一个地方就是要吃早餐 ，Family Mart， Let's go。第一站就是这个叫咩名啊？河口湖 Music Forest 的一个 concert 地方啦，就是在 Family Mart 对面。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功课，只是他们很兴奋的第一站，通常去到哪里看到哪里。Let's go in entrance。海富王屋他们都有种东西，所以看到人家种的这么美，他就觉得哇，这种。不懂得怎么才可以种得到，所以如果你们大老人家的来的话，欢迎来这里 Music Garden。Yeah，Let's go our journey，Go go go！ Let's go 拍伏击矛盾的地方，但是伏击矛盾是讲烂的啦。上次和妈妈来看不了，这次我父母没来，就在这个位置，好像也看不了，要不要等他走嘞？第二个点80公里还是看不到富士山，你们先拍个照，然后帮你说不应拍这个富士山在那边呢。这里就是就代表不同的地方啊，这富士山从不同地方拿了石头就放这里，应该是这样。我的今天吹的功夫到此为止，下一站。这样看是一个杯子，反过来，叮叮。就是富士山的背了，这里太多富士山的礼品，全部都有跟伏击矛盾有关系的。One blueberry, one banana. Yours is pink Fuji.
喂，我食啊。我们现在绕着河口湖啊。哇，这等于树好高哦，啊，大一朵树，很高很大哦。我们这是去到哪里？跑到哪里？看到有景点下车。大鸟居有樱花睇啊！今日而家时候唔知有冇啊？第二本宫 Main Sanctuary， 第三就系呢只啦，离宫室。煮饭食嘅锅嚟噶，以前系有啲人会用 gas 咧，系用呢啲火炉即系炒菜。这就是他们的 museum 啦，有车上机啦，我妈妈最喜欢的，然后他们的历史都在这里，所以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museum， 可以看到他们的古物。现在我们去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少游客去啦，宰山果。生果是什么呀？我来了，日本好像日本人讲华语一样，因为这两旁都是那种农场果园那种。去了一整天都还没开箱我那个露营车，那呢？长果有著名的是有葡萄啦，那风就是刚这么大，刚才我驾车说那种风，哇，整辆车，看我们这种车就是。很难驾一下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这个日本驾 camper car 的话，千万千万要小心，他怕你带你的 bag 过来钻回去吃了。这个新鲜，哇哦！我做 eat now， 过来 now eat， 扮啊炸啊扮炸啊，好靓啊！嗰个云落嚟咗咯。我哋依家倒翻上嚟富士山呢度啊，揸咁耐车啊，嗬？鱼，我们车就趴这里。然后它餐厅是这样的，完全不像一个餐厅，因为这里荒山野岭来的，却不像有开门啊。然后它对面是那种住宅区，一点不像餐厅。I will have this one. I choose this one because it's expensive.他还会给你一个蛋一个牛肉嘞，我就喜欢就吃这种厚厚的蛋。我们每一道菜问他，他就进去问他的厨师有没有这道菜或者多少钱。我们还 order 一些 not in the menu 的东西，但是 surprisingly 是不是太贵啦？ treat 你好像 VIP 这样，但是里面价钱还合理，因为我们不是在东京市中心里面吃，我们是在这种 house 的地方，有这样的环境，完全就是 best。辣的，我真的觉得辣的了。我就是 why， 吃猪就是要吃它的猪的原汁原味。吃多了没？我看聪明了。聪明，他不是得聪明，这个谁来聪？很难形容，因为我不是吃家，但是只知道是非常好吃。它的吐纳真的是入口即溶啊。哇 ，Mr. Fireway 好贵啊！进口就慢慢的开始融化，日本仔非常快啊，好吃啊！终于来到这个 Pika Fui Yama， 这里是哪里呢？这就是给我们喜欢 Duck Camp 的人来这里的，这区就是这么大了。嗨，我们在这里，和冲凉，外面这里很多人 Duck Camp， 对着富士山呢。今天我们就在这里露营，我怕这里有点黑，所以拍不了影片给大家看。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早上再拍更多影片给你们看。如果大家对 RV Camper 露营车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在我下方留言，我会的，我一一答你们。好了，我的影片到这里结束。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请来 share， 还别忘记来我的 Facebook 按 C 粉，还有我的 YouTube 圈的按零零 Eco In， 那你就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影片通知了。拜拜。这些东西又没有做功课，原来这个它是一个露营区，它已经做好了很多露营的地方给你 park 车在这里，然后用它的露营的地方，就整个 RV camper car 是不能 park 在这里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听说可以 onsen 泡热水，然后又可以 park 自己的 camper car 啦， let's go baby。